Hello，各位小伙伴，大家好！我现在正在周厝温的一片田地上面，然后大家往这边看，在那边有一位叔叔，他正在进行耕作。这边田地呢是他的田地，他在上面种了很多菜，作为他的业余爱好。那我们一起来跟他聊一下天，看看他种的都是什么菜。我这无事，定了麦唔麦，食开了哒。这腰酸甘麦食开无？今麦有种萝卜有无？有喏，叫做黄瓜嘛解。我阿叔菜啊，叫个小区从要解解才好，工程才好食。嗯。了，这个地啊，这个地上赤油就是哒。那从要好修身修成了，这个空地就该掘出来去空落去。嗯。了，过解青去凹出来食。嗯。无得古凹，石屎就成，伊就爱生。你这个菜就比啊香蕉啊菜只影，香蕉啊菜皮，你有食着我能量交代我不贵啊，我也是当皮皮，什么当色个。就是主要种咩菜啊？野麦，野麦就油菜、卡纳、豆多豆、角瓜、秋瓜、茄瓜、油菜花，这就姜菜，叫做卡纳，叫葱菜，嗯，我就香菇蒸，叫半油皮蒸，叫半白虾。这个热汤圆要买芹菜，这个热汤圆，我这都无蒸到十几样菜啦。对喏，我来去买，我忙去搞十碗样啊。油菜可能就二十几只就好收成，了红菜头，要买红菜头。嗯。红菜头就当八九月蒸啊只，就着八月。初叻咯是着，但是又变蒸咪，初叻着三四个月呐。初叻着三四个月啊菜，了你像那只人菜去过啊？我敢捏有捏无捏得过啊？我这机会咯哇。我搞到肉色多啊！我无老早啊，从去读书了，无事就来捏肉色多，叫食笋就开始行来卖啊。搞到肉色多啊！你以前干门面干个？我以前全部都是在阿姊都是在做酱豆。做酱豆啊！你啥子机会咯啊？六十几岁啊？唔捌食干杯么呢？啦！他靠吃红啦，吃红吃了。买过。大概八九月才去蒸啊，二三个月才去蒸。你这天气是无变怎尼蒸？蒸白鱼哦，蒸白鱼。加水菜就蒸过的，蒸香瓜，蒸两个白。蒸伊说盖蒸凉怎尼哩个？哎，就无一汤尼哦，蒸芥菜。啊，懂了，懂了。